委员、各位媒体记者，先请沈次长。沈次长，请。刘委员长，次长好，你好。我可以说，在这两年多来，对沈次长在外交的领域上的表现，我们应该给肯定。谢谢。你有这个勇气，啊，明辨是非，讲该讲的话。你在国际上应该也是像在立法院呢答询呢这样的一种态度啊。这个就是为官之道，就必须要坚持的。那么你刚才讲的，我们 WHA 成为观察员啊，那么也是这2009年以来才正式成为观察员嘛。对，在以前我们想要观察员都不可能，进入会场都不可能，除非你用中国啊台湾省，他会让你进去，也用那个也不可能，也不可能、yeah. 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申请信被人家塞的门下丢回来，总统的信被人家塞的门下丢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马政府上任以后，我们就用中华台北啊，再加入四位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是，那么但是看到今天的报纸，这个《自由时报》写的，说我们啊被称为中国台湾省。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可以澄清一下？报告委员，我们1971年2758号决议案把我们等于排出联合国，从那时候开始联合国就这样子认定。我们今天不能倒果为因，我们必须说现在的政府是第一次把这个名字把它改过来变成 Chinese Taipei。 那么 Taipei 的拼法请大家注意，是 P-E-I-P-S Peter， 跟大陆拼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表示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台北，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改进，现在变成导果为因。以前根本是所有，现在你看好多联合国组织的文件现在还是叫我们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我们现在刚开始一个很重要的努力，我们希望大家全民给我们支持，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一个正面的转折点。是啊，所以我们现在马政府上任以后啊，确实在这方面的名称啊我们都很坚持。对，我们并没有丧权辱国了啊，但是有些报道啊，不实的报道，所以外交部啊必须要去澄清、啊、报告委员不澄清啊让国人误导啊。谢谢，我们对的事被人讲的错的事，我想这样不好。我们只有把权力争回来，像以前那样子我们去硬碰硬投票，133对25票148对17票，我们试过两次，那个才叫做真正的丧权辱国，明明知道票差很多进不去，但是我们也是我们全民的期望，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做了。对，但现在就不必这样硬碰硬。对，现在不必。所以我们这个马政府的一个活路外交啊，确实是成功的，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成就。23个外交国家上任到现在，三年了，啊，没有失掉任何一个。对，以前那个进三丢九，失掉八个啊，九个。以前那个进了丢了九 个国家啊。我们免签国是从53到113，成长了60个。对，所以这个免签证呢，这个才是大大的成功了，是成功胜利了啊。那么但是对美国的签证方面呢、啊、现在还是有一些问题啊。那美国这个国家对我们实在是说不过去啊，我们对他这么购买这么多的啊军货啊，那么等等这些啊，他美国应该在免签证应该给我们才对，对不对？现在是卡在哪个地方？报告委员，我想这在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第一个，美国希望我们护照轻办啊，因为美国受过911的恐怖攻击，这也可以了解他现在特别重视他的国土安全。那么在这边外交部也谢谢内政部，也谢谢户政单位啊，我们从7月1号开始要做护照轻办。事实上我们做的尽量的简单，你要么来我们领务局，或者让我们在三个办事处你直接可以办。你没有办法到这些地方去的话，你到你的户政事务所，户政事务所只要验证你就是某某人，然后下面的程序都跟今天一样。
那么我们希望在今年之内呢，我们可以变成美国免签的候选国啊。那么候选国如果做到的话，那其他就比较容易。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大家先解决。那么譬如说我们这还要跟美国有这个分享，有些这个反恐的资讯，这些我们都在做。那么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下面努力的目标。我们113个国家已经涵盖了我们国人常去的地区96%。那么美国是我们下面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努力的对象。谢谢委员的提醒。那现在这个免签呢啊，免签必须要这个亲办护照。我想我们现在正式在推动，应该是很快可以完成啊。但是 AIT 啊，他在提到说，我们免签是卡在说美国牛肉是进口的。美国牛肉进口，你假如说瘦肉精的牛肉，我们怎么可以进口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有问题啊。报告委员，我们不排除，就算哪一天免签，我们基本的条件都达到。但有些如果说农业州的议员他对这个牛肉的事情不爽，那么就可能他产生一个这个反向的作用。但这一方面也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这个我们希望美国国会议员或者农业州也好，关切牛肉也好，他们都能了解我们台美关系是很丰富跟多样的。牛肉的销售大概只占在我们台美贸易0.5%，就希望不要影响到别的议题，这是我们现在努力的目标，不要影响到别的议题。 好，谢谢啊，谢谢。现在国际合作基金会了，是不是请陶秘书长？陶秘书长，请。陶秘书长，请教哈，我们国际合作基金会啊，我们现在所带出去的啊，听说收回来都很少，几乎都被吃掉了。报委员，不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有资料，我们带出去的都。几乎是回收率是90%几，现在有资料。90%几吗？是，我们结案的几乎都收回来。确实是这样，有没有？有没有实际文件？有，我们都有附资料的。对，就1.89%几。对，鲍委员，我们实际上占总拨款的金额，没有回收的只有占总拨款的金额1.5%而已。哦，所以你这个要资料要齐全哦。等一下，我们有个决议案哦。现在说明这个，据说大部分都没有回收，所以我们预计说，你这国际合作基金会啊，这个也停止作业。啊，我们大部分都回收了。大部分都回收，绝对没有错。是。好、哦，好。那现在太平洋的一个经济合作理事会。那个次长，你先回坐，没关系。好，谢谢。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副次长，因为这个理事会跟他经济合作，大部分针对是哪一些国家？几乎所有的这个成员国，我们都有双边的往来。像这个菲律宾有吗？有。那菲律宾有，等于说所有都有了。是，那这个太平洋有哪一些国家？这个委员会现在目前有23个正式的会员，2个副会员。那这些国家包括美加、纽、澳、日中国、韩国、东协国家加勒比海、拉丁美洲等等。那现在有将近100个嘞。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会员。哦，没有，像印尼呢？印尼他是会员。印尼、马来西亚是。泰国是。有我们有相当互动吗？是。哦，也就是我们的援助吗？我们并没有援助他们，我们是在这个计划上做合作啊。比如说在今年我们有一个这个结构性失业的一个国际的合作计划，那么我们邀请这些国家的学者各代表各派一位来跟我们做这些意见的交流。哦，意见交流没有实质的这个互动啊，没有这个金钱上的援助。哦，那金钱的援助都大部分是哪一些国家？
我们完全没有对这些国家做任何金援，都没有金援。报告委员没有。那这个经济合作基金呢？主要我没有做这个实质的一个合作的关系。最主要我们研究的这个成果呢，是要提供这些国家作为他们这个在国际贸易、金融合作方面的一些参考。好，并没有这个经济上的一个援助，并没有。好，谢谢。